2004年以17岁的天空荣获了金马奖最佳新人奖的杨佑宁，拥有清新俊美的外形，自然不矫情地诠释了剧中腼腆纯情的大男孩角色，从此也开启了他走向大荧幕的演艺之门。从电视剧到电影，有着偶像本钱的杨佑宁从未靠着大量曝光和炒新闻来渲染自己的知名度，反倒显现一股毅力、耐性和勇气，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享受表演的乐趣，坚持单纯的生活。你手现在的位置，然后刚刚那个笑容看出来了。在杨佑宁灿烂纯真的笑容里，隐隐透出一股巨星般的优雅气质。杨佑宁，嗯，你的粉丝知道你叫佑佑吗？知道，都知道，大家都叫你佑佑。为什么？因为从小家里面就这样叫我。对，然后后来我的朋友也都这样跟着这样叫。对，连粉丝都知道对叫佑佑。当初你这进这个圈子的时候，一开始就接广告还是最刚开始是平面电子？这样讲好像有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对，就是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什么选秀大会啊，也没有所谓的名模这种东西，对，就是出来就是可能拍拍广告或者是 MV 啊，这种之类的这样，对。所以在入行之前，就在你尝试这些，比如说这种 model 这些之前，你会去重视，比如说长相啊、外表啊、身材啊这种的人吗？有一点，但不会太注重了。对，为什么有一点？天生丽质的关系？就是闷骚啊。对啊，就是会觉得要怎么样比较好看啊。对，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跟这个行业有一点关系这样。不过爸妈的态度怎么样？就是一般爸妈会觉得说，啊，儿子入这一行，可能心里会怪怪的。一开始，其实我爸妈他们。其实从头到尾，他们也都没有觉得怪怪的，对他们也都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工的机会。对，那等到我打工的机会不等于是你未来可以做的行业嘛？对。但是我后来慢慢就开始接触表演这一块，就已经不单只是在广告或是 MV 上，而且是真的有开始表演的东西的时候，就也越来越喜欢自己这个工作。然后也有跟家里面讨论过，就是这个可能会是我接下来的人生的事业，然后我会很认真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也都蛮支持，而且蛮赞同这件事情。对啊。可是你从小有一些表演的经验吗？比如说你就有那种冲动想要表演？有。对，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我觉得啊，因为以前就是老师叫我读书，我也都不用功读书。对啊。那其实我们小学老师对我蛮好的。我们的国文课都会有一些，就老师都会用话剧的方式呈现，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最开心的时候，对，然后我就会很想要演啊，很想要演话剧啊，比如说孔融让梨啊这种这之类的，然后都会把全班逗得就很开心这样。哦，真的？对，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就很喜欢这工作，可是就是觉得喜欢归喜欢，对啊，也没有想过这会是一个工作或者是。不过又有我听说你小时候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经验哈。就是你在路人面前表演。哦，对啊，这个你都听说。怎么会跑去路人面前表演？其实我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最红的电影就是《好小子》跟《七匹狼》，对，类似这个《七小福》啊。那时候就是都是小孩子在打架，就他们就是我们的偶像，这样。就那个什么哈哈那种。对，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跑到路上，就是类似。比划比划这样，就刚好一个妈妈经过，她刚好在骂她的小孩，可能她小孩调皮还是什么，就经过，就我刚好对着那个妈妈，就是啊呀，就被打了一巴掌，真的吗？就妈妈就走了，我就哭着跑回家。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天堂，让我们认识一些漂亮小姐啊？自2000年出道以来，杨佑宁每年都有稳定的作品产出，接触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广告、偶像剧、
电影，甚至是舞台音乐剧，昔日的阳光大男孩越来越有大明星的成熟架势。我觉得同年纪的演员他算不错，可是一定你要跟真的戏演得很好的人来比的话，那个时候的确是比较生涩。可是他慢慢进步到他演那个天堂口的时候，天堂口的时候就完全就不一样，除了拍戏跟他上课上演戏这些课程，其他时间他很 focus 就在他的兴趣，那他很健康。这就是他一直以来跟其他演员不一样的地方。他演戏的时候他也有单纯，就是即使他演戏你都看得出来他的灵魂是单纯的，那个就我觉得是最在演艺圈最缺少的，很多人都没有的特质。我觉得悠悠是一个好有创造力的人，他很投入，然后他非常的怎么说，他有很多的 idea， 然后他不会累，然后会给你很多刺激，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好像都在玩，但是却又是在工作。我在无意间看到，就是看他的剧本，我有被他吓到。他剧本是密密麻麻的，他有很多注记在旁边，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提醒他说，这个时候这个演员可能遇到的心境是什么，然后上一场戏是什么，下一场戏是什么，中间连接的东西是什么，就他有好多的那种小笔记、小笔记，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当演员不是只是讲出你的台词、你的动作做足，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在后面自己要做功课的。他很爱唱歌，可他唱歌不好听，他唱歌真的不好听，所以他那个时候跟我说他接了一个音乐剧。我说什么剧？你在演面什么剧？他说音乐剧。我说音乐，你知道音乐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吗？他说我知道。那我说那导演是谁？就是监制是谁？怎么敢找你？他说人家老板，老板呢，付钱的老板都说了。他说这是一个音乐剧，那我们都不是歌手出身，所以我们就单纯的呈现，我们把自己最真实的自己演出来就好。我说哦，他很放松，他很放心，他如果安心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对，所以我很喜欢他演那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有进步，就是他有突破。然后我觉得通常艺人会藏拙，或是比较不想让人家看到比较没那么厉害的那一面。对，所以我觉得我欣赏他，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对。然后他也真的有一些改变，然后我觉得他不能说很好听，但是他变得比较好听，比较悦耳。因为你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爱上演戏的？应该是在孽子的时候，就是演孽子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开始接触表演课。表演课为什么？因为那个其实以前都没有上过表演课，我自己学的跟表演没有关系。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孽子有找那个艺术学院的老师来教我们表演。然后那时候学了以后就觉得，哎，哦，原来表演是可以这样子玩，然后可以这样子就是，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么丰富的，然后这么有趣的这样。你如何去体会要怎么演呢？就是我后来碰到很多导演，然后导演也都跟我讲了很多，我觉得很受用的事情，就是他说你要很用心的去生活，对，然后你的心情要很柔软的去感受周遭所有的事物，对，那我觉得这个对后面的表演都很有帮助。所以其实你也不只是靠天分，你花了很多时间做功课，你的剧本写的那些到底是什么？就是会写一些有关或是无关的东西在旁边，对啊。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有天分的。的演员啊，对，所以我觉得我要比别人多一点的时间去可能阅读我的剧本，或者是把每一个台词都要拆开来想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不可以 举例听听看，比如在某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怎么去这个角色，你怎么去揣测这样的演法那样的演法，还是你真的应该要这个人的真正内心应该是怎么样的表现？就是可能看台词上我会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蛮难演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如何去诠释。那我可能会去找一些范例，然后来看看他们就是这些演员比较专业的演员他们是怎么诠释怎么样的角色，那也许在我的角色上也许是可以成立的，或者是可以用得到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的每一个工作给我的累积，就是每一个导演会给你不同的方式，每一个就你的合作的对象他们也会有不同的刺激在刺激我这样。所以我觉得看到我像比如说像君宁，我会觉得他的剧本比我还夸张，他本身就是
再把它拿来当论文在写。所以我觉得君婷她太客气，她说我看我的剧本很密密麻麻，我觉得我都不敢看她的剧本。哎，有没有哪一个角色啊，是你自己觉得你演的有点心虚，然后你觉得那个角色你一直抓不到 feel 的？有点心虚。其实我觉得，因为不见得每一个角色都抓得到啊。对，你让我想到我那个时代的漫画叫什么《千面女郎》的，总是有一两次好像失败的。我觉得，比如说像《国士无双》，对这个角色，我不会觉得说演的有点心虚，但是他的确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难抓的一个角色。《国士无双》里面演个大骗子嘛，对不对？然后结果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对啊，什么都被我骗，没错。可是你是一个其实还蛮正直、蛮单纯的大男生。是吧？刚刚看他们讲，所以你有那种调皮的一面是可以去诠释那种有一点邪、有一点诈的那个。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啦，最厉害的骗子其实让人家觉得是很诚实的骗子。对，我觉得导演帮了我非常大的忙。对，他在我抓不到的时候给我某个方向，或者是在我超过的时候把我拉回来一点，在我不够的时候帮我补足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国士无双》是我目前我觉得我比较难诠释，或者是我比较难抓到的一个角色。这个导演帮你很多的吗？对。还有没有什么演员让你觉得是获益良多的？像金琴啊，金琴他也是让我觉得获益良多的一个演员。怎么说呢？他其实他也是，他是一个表演老师，对，他算是一个表演老师科班的。那他的表演会让我从第一次的合作《十七岁的天空》到后来合作《国士无双》，就让我看到这个演员的转变很大。然后他是一个，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没有攻击性的演员，就是他会帮助你，他反而不是用演技来就是让你倍感压力，他会用他的演技然后帮助你，让你觉得你会被他骗，然后你就觉得啊，对，当下真的是这样，然后你会很容易被他带到这个剧情里面。然后又加上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对，很好。然后每次他都会跟我一起就是讲一些跟福音有关的事情。对啊。哎，金瑞有一次在揣摩的时候，你觉得耶稣应该是一个最不适任的演员，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哇，你们都知道，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耶稣应该不是很喜欢这个圈子。对啊，但是后来就是我记得我忘记是跟谁就是聊到这个问题，我就说我有时候不会演戏，我祷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就我祷告我不知道耶稣能不能帮我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我的朋友就直接跟我讲，我觉得他们不是演员，跟这个圈子也没有关系，但他们却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对，就是他们说你想耶稣他在以前他医治病人，然后他赦免别人的罪，他要有一个很柔软的心，他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对，他原谅我们所有的世人，然后他自己被钉十字架的，他要有那样子的怜悯的心，然后要很柔软的心，然后他感受旁边所有的一切。对啊，那你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吗？他一定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一定要具备的。对啊，所以对啊，现在就演不出来就祷告。不过我最喜欢想要谈到的倒不是电影，而是你的那个音乐剧，刚刚听到。没错。为什么音乐是你的罩门？是不是很大的罩门？对啊，因为我从小就我觉得是心里的阴影。对啊，从小为何从小我的家人就不断的灌输我不会唱歌这个观念，就我家一唱歌，我的家人就会告诉我说：“拜托不要唱，拜托。”就是会这样子。对。那其实呢，我也都一直认为我唱歌也不好听。对。可是我觉得我的娱乐性质很高。对，我觉得我自己的唱歌娱乐性质很高。那就像刚刚雅芳讲的，就是他认为我唱歌真的不好听这样，但是我在教会唱歌都是最大声的。对，我常常在教会都唱歌唱很大声这样。你的音质不错啊，是怎么样？是音准不够到位是不是？对啊，就是可能没有长耳朵，没有长耳朵听不到自己唱什么东西。对啊，然后我就会唱很大声嘛，然后前面的人都会回头，就是你都已经唱走音了，你还敢唱那么大声？对啊，那是街舞台剧，
就是对我挑战真的很大。对，你也敢呢？如果你真的知道，而且你觉得是你的魔咒的话，你怎么敢向左走向右走？是我不敢。哦，你不敢？其实我不敢。嗯，对啊，当初接的时候，我只是以为它是舞台剧，后来才知道它是音乐剧，然后才知道要唱歌这回事。但公司已经签约了，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只好硬上。所以是赶鸭子上架。没错。结果呢？其实那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工作失眠过。对，我是非常容易，就是我对睡眠是一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对，可能全家人都羡慕我这件事。但是这是第一次让我可以失眠这么严重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因为我在里面，我不是大家印象中向左向右的那两个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对，我是吉米的这个角色，那我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所以等于是这个故事是我说的，是我写的，是我创造的这样。那我那时候我很紧张，就是导演觉得我的节奏还没有抓好，他觉得我讲故事可能讲得不够动人，或者是他觉得如果我没有把故事讲好，我只是会出来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在这边讲很奇怪的话。所以我每天就是对着，而且我的独白又很多很长，我的台词是一改再改，是改最凶的，所以我一直到了真正要开演的前两个礼拜，我才拿到真正标准版的剧本，就是不会再改的剧本，然后我要重新全背这样。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压力很大，很紧张。我记得我开演的前一个礼拜，我几乎每天在家自己把剧本从头到尾就是演一遍。就假装有人在跟我对戏这样，然后自己每天就这样，每天晚上要睡前没有演一遍，我没办法睡觉，就一定要从头到尾演一遍，然后可以睡觉。压力那么大。对，天秤座 A B 型，你的新名字就叫吴怀一。杨佑宁的心路一路看似顺遂，其实当中也暗藏不少危机跟低潮。杨佑宁，你在里面就出手抢人家的女朋友啊？对啊，但我也没办法。好可惜哦，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对，我也不想，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是说因为长得这么帅也是没办法。即便出道四年就得到金马奖的肯定，越受到注目，反而让他越谨慎看待自己的表现，也更加感恩自己的幸运，而挫折和冲突他都全部交给了上帝。我觉得当电影演员是很辛苦的，因为他必须有很多时间是沉寂在下面，他不会像一般偶像剧演员常常跟观众见面，然后可能很多的大量的广告，很多电视剧的曝光，或者是宣传，最讲直接的收入就跟一般的那个演员有落差，可是就要看你能不能盯下去。就是在演艺圈里面会面对比较啊，因为今天他可能穿这个牌子的鞋子衣服，那另外你就不能穿出他，所以要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他里面的自我形象健康的问题，也有一些状况是他会面对这个被冒犯或者是被勉强。那当然也需要跟他提，就是怎么样谈，怎么样面对，还有就是怎么样面对有时候人际关系的一些尴尬。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给他清楚的真理，帮助他比较知道怎么做。那这个有时候牵涉到主动的去沟通跟心里面的饶恕。早期就是你也怎样那个得奖的影片，他都是演这样的角色。那我问他说，哎，那可是这样会跟你信仰是不是有些冲突？那他其实也有承认说的确会有，所以他那时候有时候也会很 confused， 然后他就去问那时候就是在信仰带领他的人，可能之后未来可能会尽量讲清楚自己原则，然后避免就是这类的东西。刚出道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其实事业上不是那么的顺利，跟经纪人有一些小状况，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他那时候痛苦到他想要退出演艺圈，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哎，因为他已经觉得这是他的事业，他要好好的经营。所以他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老方，我可不可以去找牧师聊天，然后请牧师帮我祷告，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牧师就跟他讲说，然后你那牧师要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工作根本不是上帝应许给你的，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想要成名，你想要大家都认得你，你想要飞黄腾达，你想要成为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切都是你想的，不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才导致这一些的攻击，或才导致这些不顺利。上帝要你现在放掉，你要不要？然后我以为他会讲不要，我以为他会讲不要，他很认真的想一下，然后他跟牧师讲说，好，如果你不好意思让牧师就是失望，或是你觉得好像身为一个好基督徒你应该这样讲。他说不是，他当下他是真心的觉得，反正他上帝嘛，他老大嘛，他如果真的不给我，我这样想也没有用，所以他那瞬间他是真的，他觉得他好，那我就释怀，我就坦然。我真的因为你一炮而红，是拿了金马奖最佳的这个新演员奖，在《十七岁的天空》这部片子里面，从入围到得奖，你有想过吗？没有想过，对，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三和电影公司找我的时候，对啊，那时候一口就答应，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尝试电影这个东西，对，然后觉得电影应该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接了这个工作。金马奖我真的想都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对，直到入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就是我已经差点要办庆功宴了，我自己，对啊，真的就是太开心了，嗯哼，对啊。所以你刚接这部片子的时候，你并没有考虑很多有关于里面角色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一路上，其实自己心里面都还蛮平安的。关于在自己的工作上，对，我觉得自己都还蛮平安的。所以慢慢比较挣扎的，倒不是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归类的问题。在镜头上、镜头下，其实你跟人家相处的部分，其实也有一些让你觉得的不愉快产生。你在镜头下跟人相处，会不会很在意别人跟你的互动？哦，会不会有冲突？哦，其实还好，真的其实还好，对啊。那为什么有一次在演《孤世无双》的时候，你曾经想要揍人？哇，大家都讲了，是不是？什么都讲了啊？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是可能在整个工作状态下，对，那可能因为自己压力太大，然后其实整个片场的，虽然我们是拍一个喜剧，但是其实大家彼此的压力都很大，那个时候我觉得压力大，你自己就比较难控制自己，就比较不好控制自己，那你就会看到一些，其实它可能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那会，他会很影响你的情绪。那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心，可是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你就会自己就很过意不去这样。对。但后来回家以后，就是我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很耿耿于怀这样。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回家以后，我也都没有在现场就是发脾气这样。可是我又觉得我没有发脾气。就我觉得有一个气很闷的，闷在那边没有发出来，我觉得很不对啊，对啊，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个出口，让我可以发出来这样，对啊。那后来我就祷告，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也并没有觉得应该会怎么样，但我觉得后来祷告的时候，就是心里面非常非常平安，然后就是变得比较，就我觉得从原本一个很愤怒的心，变得很感谢。对，我觉得我很感谢，说就是很感谢神，让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然后让我看见，如果我没有控制情绪的话，整个现场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整个状况会变成什么样子，对，然后我就会很感谢，然后那时候就会很求赦免，这样就是哦，还好我没有发脾气，然后还好这件事情其实只是怎么样，就很多事情就哦。真的还好，哎，就是我当初觉得应该让我发出来，应该让我火山应该要爆发的，哎，结果没有。然后我现在得到的是另外一个平安。然后隔天去的时候，就觉得所有事情都变得不一样。对啊。不过这圈子有一样事情是蛮难的，就是当朋友都出去玩的时候，有很多的诱惑。尤其是像你，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当别人靠上来干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去拒绝的事情。对啊，对不对？其实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跟我那个朋友，我们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兄弟这样。那我们常常都会讨论到男生在讨论的话题。那在讨论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对。那
他平常他可能都会笑我，就是然后你根本就是色大胆小嘛，你根本就不敢做嘛，类似都会这样。但因为我们是很好朋友，所以我就觉得对啊对啊，就怎么样，然后那你做了什么，然后我就很喜欢听这样。但是我们后来我们俩有深聊，就是有真的很深入的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嗯哼，他都跟我说，他说姚宁，其实如果没有你这个朋友，嗯，我会更夸张，对。然后我都会很开心，就是我说嗯，很好啊，对啊，嗯、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嗯，但是也有一些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会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又年轻，而且你可能因为酷，因为是新的时代，你百无禁忌。嗯哼，我以前也这么觉得。对，我觉得我以前也都觉得有什么不可以？对，我们还年轻。对。那，好比说，我以前其实我自己抽烟抽得很凶。对。那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抽烟真的没什么。对，我觉得抽烟我又没有害别人。对。那，你说伤害身体，吃盐吃太多都会伤害身体，你何必说为什么要规定抽烟？对啊，那但是现在我也不会觉得抽烟是一个罪，但是我戒烟，我觉得我戒烟是很平安的戒烟。然后我发现我周遭的朋友，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变了，他们态度都变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行动已经改变他们的观念。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有达到，已经变成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其他的事情他们会再慢慢的看到那个改变是有那个必须，而且就是我很感，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我周边的朋友就是越来越多人戒烟，对，所以我觉得我不一定是我影响他们啊，不一定，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慢慢的开始就不抽烟。杨佑宁在刚刚进入演艺圈时成为基督徒。很难想象年轻且演艺事业正走向高峰的他，对于信仰相当专注而坚定，而且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赞许杨佑宁因着信仰所带来正面的影响力。我觉得他是很自豪的，或者是自己很觉得我就是很喜欢，我很相信，所以我也不会吝啬跟你们分享。他也会跟我分享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他有跟我讲他怎么信教的过程，我们有聊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吵架，为了宗教的事情，因为他会一直跟我讲。那我的个性是比较皮的人，那我就会觉得你讲我就会反驳你，然后我就会反问他很多问题，因为他那时候刚接触，所以他对于我的问题他回答不了，他就会恼羞成怒跟我吵架。然后到后来他慢慢可以接受，就是我有看到他在宗教上面的成长，就是他到后来也许因为我这样的朋友会跟他为这种事情吵，我们虽然吵架可是还是很好啦，但是他慢慢会接受，就是这种东西勉强不来。他现在就会很清楚，就是谈论到宗教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就是看你自己时候到了没有。你看他跟他的女朋友是我很几年了、啊，好多年，我认识他在一年半左右就跟他女朋友就在一起到现在，就是看我在外面开开心心啊玩，很多女生说，他说我的人生，他就说他的人生精华就只守了一个女人这样。几年之后，我反而发觉他是对的，因为他现在拥有的是很平淡稳定的感情，那我们也许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感情。也许我这段期间经历的交过女朋友比他多，谈过人比他多，可是因为他的坚持，他想做好人的心态，所以换得他现在的幸福。因为你是怎么接触信仰的、啊？其实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姑姑，她住在美国，对，然后我姑姑她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在马偕医院当护士的，然后她是在那个时候接触信仰。然后那个时候我奶奶也觉得还不错这样。那后来我姑姑移民去美国以后，她每年回台湾都会带着我跟我姐祷告，因为那时候我们最小嘛，全家人可能都拜拜的，可能没有要理我二姑，所以她就带着小朋友来祷告这样。所以那个小时候我就对祷告这件事情没有排斥啊，就觉得还不错。对，可是我也是都是跟着家里面的宗教这样。对，
那后来慢慢长大，就是有一个牧师跟我传福音 ，Peter 牧师，对，他跟我传福音这样，然后我接受了福音，我觉得很喜乐，然后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又加上我姐姐，她那个时候她好像她有一次去了美国，然后她那时候我都还没去过美国，她去了美国，她说杨宁，我跟你讲，我看了大峡谷，我觉得一定有一个神，不然不会有这么漂亮的事情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我跟你说，我最近啊，就是有人跟我传福音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什么，就只是一个很巧的一个晚上。然后我跟我姐，我们两个就说，好，那我们来信主好了。对，就可能只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为什么会接受这个信仰？我觉得，就是我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对。然后我也没有突然的开心，就是笑了，我也没有。然后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就是得到释放，就我都没有，这些都没有。那我反而是很平静，就是我没有这么平静过。就是我觉得我可能那阵子，可能那一两个月，可能都是非常躁动的，然后很不知道自己未来该怎么办。可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可以休息，就是我停下来，然后很安息的，就是去看我的每一个问题。那后来你要休息的时候。因为爱你的奶奶强力反对，强力反对，那个时候奶奶跟姑姑都快吵起来了，因为奶奶跟姑姑住在美国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跟姐姐就是去美国玩，然后去找奶奶这样。那去找奶奶的时候，姑姑知道我们信主了，然后很开心啊。然后那个时候姑姑就是说，那我帮你们安排寿喜，因为姑姑一直认为我们只要离开美国就不会受洗了，这样她也很担心，如果我们没受洗的话，会不会就不会变成一个基督徒这样？所以很担心，说我们马上帮你安排这样。那教会的执事说有空，要马上帮你们上课，然后后天就要受洗，哇，很紧张。姑姑一走出去，阿妈就进来，那丢爱受洗啦，你祷告丢后免受洗啦，不要啦什么的。然后奶奶一走出去，姑姑又进来。那个电话都打好了，你们等一下衣服穿一穿可以出门了，就是两边我跟我姐姐在里面就看两个在那边天人交战，你知道？然后后来就去了，对，然后就受洗了，对啊。这样张俊英他说你会很有点自豪的，觉得很想要分享，你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你是一个偶像，是一个明星，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尴尬？不会，不会啊，对，我就不会，完全不会对这件事情尴尬。对啊，然后我也记得我常常跟我的一些朋友讲，就是，比如说像韩一邦好了，韩一邦他真的是在我的信仰上，我们真的是完全的非常的敌对啊。对对，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无神论者。对，无神论者。对，所以他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会来戳我们。对。那我以前真的都没有办法。去做解释，对，我没办法解释，我没办法解释，我觉得你把我戳的，我觉得我的信仰好像很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被戳到了，对，都会吵架，但现在反而就不会，对啊，现在就是我会跟他讨论，跟他讲说是什么原因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然后我说没关系啦，当然哪天你被感动你就知道了，对，然后我记得。今年最让我感动的事情是，他居然跟我去教会。对，他居然跟我去教会，对，这是我没办法相信的一件事情。对啊，而且他开始认同你过去所觉得对的事情的坚持上头。对，他看到那个事情的价值。所以你曾经讲过说，你其实，在你的这个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也有一些小羊。对不对？有，你在牧小羊们。对对对，还一般是小狼啊。小狼。你觉得这个牧法其实是有一些技巧的，你没有办法跟他吵架吵来的。对，对对，我以前会，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没办法用吵架吵来，因为我以前，比如说我以前会跟我的朋友约要去教会这样，然后他们可能都会说哦好啊，然后我就说教会其实很好玩，我说你们可以跟我去教会，那可能有些朋友都会说哦好好，那我跟你去这样，但后来可能都晃点我起不来，要睡觉，昨天晚上玩太晚，就有很多理由，我都很生气。我以前都会觉得很生气，这样我会觉得你们怎么可以？就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感觉好像每个礼拜天一定要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它已经几乎是神圣的事情了。然后你们居然就是这么的无所谓，这样我以前我都会很生气，这样。但我现在我会觉得，对我来说这件事情真的，我真的不生气，因为我觉得我将福音传给你，然后我希望你可以得到这个福音，这样。但是我觉得有没有被拣选，这还是要。
看你，就是你是不是已经被主所感动。嗯，对，我觉得我被主所感动，所以我现在可以这样子。嗯嗯，对，就像我觉得我奶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对吧？当初这么反对我受洗，但他今年过年，他觉得因为每年过年都会回台湾，但他今年过年回来，他居然为我祷告，对，他牵着我的手，然后为我祷告，就我奶奶自己开口祷告。那我记得就是，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姐姐她可能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她去做一些检查，这样。我奶奶，我姐姐就是很容易紧张的那种人，她觉得她自己好像得癌症了，她觉得她自己怎么，她很紧张这样。她回来就一直跟我奶奶讲啊，阿嬷怎么办什么的。就我觉得我奶奶她很有智慧，她我奶奶就跟我姐姐说，你祷告啊，不然你信这个干嘛？她就说你祷告啊，她说我来，我替你祷告。她牵我姐姐的手，然后她就跟主开口，然后就祷告。她说啊，姐姐说我很感谢你啊，你这样子照顾我的孙女啊，然后什么，就会觉得。我们全家人都跟我奶奶传了这么多年的福音了，对。但我觉得主他就是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带领他的羊，这样，对。就是我觉得凡事都互相效益，对。那不是我们看为对的事情才是对的，对。我觉得当所有事情摆在永恒的时候，就不见得对的事情才是对，或者是错的事情才是错。这是我的阿姨，她是我妈妈的姐姐。那你觉得悠悠是怎么样？调皮捣蛋，又会撒娇，从很小到六年级还很会撒娇，非常会撒娇。好像吗？哇，很像吗？比较像。对。认识杨佑宁的人都知道他和家人的紧密关系，甚至连朋友都跟着他叫 Daddy 妈咪。从小在一个亲情饱满的家庭成长，杨佑宁常说自己拥有了太多的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取代的，那个来自家人的支持对他的自我形象有很大的帮助，那是真的蛮难得的。所以他即使在面对这个工作上面的压力跟所谓财务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他里面那个担忧是很不多的。那我觉得我稍微观察一下，我发现跟他的家人对他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他不太会出去学坏，even 他小时候爱出去玩，可是他会有一个榜样在，然后最后，他还是会回到这个店里面。那我觉得很感动是，虽然他贵为一个拿金马奖最佳新人影帝，但是在远博端盘子的那种。我觉得爸爸妈妈把朋友的小孩带回来，就是比如说 Danny 妈咪这样一间店，我们周末都会在这边玩，有一个好处，与其他出去玩，不如他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那多安全，时候到了，大家在那边喝酒会很开心。时候到两三点，妈咪就差不多啦，回家了，回家了，一拎悠悠就回家。那我们就散会就回家。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我很建议父母用这种方式。与其让出去玩，倒不如他在你看得到的范围去玩。哎呦，他们两个最好搬出去住，因为哈、哦，小孩子跟父母亲住一定是赖皮啦，会比较。反正爸爸妈妈从小就是服侍惯了，然后家事也都那个，他们基本上分担的家事是比较少。你说有没有叫他们做？有，可是他们不做，你一次两次算了，自己做，有空就做，没空也没人给你偷做。那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哦，如果他们两个搬出去住多好，哦，我们就轻松多了。可是这只是一种，那叫做温柔的束缚吧，因为也不是说真的那么讨厌他们，哪一天真的他们搬走了。也未必说好，可是有时候看到他们，啊、哦，我才整理好的，怎么又是乱七八糟，还是会生气啊。所以你们看来说，哇，他们两个很优秀，可是就还好啦，反正就是不为非作歹而已啊。这个小孩最好的就是孝顺，哦，他对爷爷对奶奶，那真的是很孝顺。你看他，包括他在当兵期间，他还要每个礼拜，虽然爷爷奶奶住美国，他每个礼拜一定要打个电话到美国去。爷爷奶奶如果说回台湾的话，哦，他就是车进车出的，他都会陪着奶奶，就是到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我觉得真的很棒。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健康又阳光了。你爸妈好有趣哦。对啊。你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会怎么去形容？我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我觉得，我觉得我的家庭是一个蛮开朗的家庭，对啊，一个很自由的。家庭，对啊，
那我长越大，跟我的家人越像朋友，然后越好，越亲密这样。嗯，对，嗯。不过小时候是奶奶爷爷帮你们带大，对不对？对。因为爸妈工作比较忙，对，可是我们还是住在一起，还是住在一起。对，但爸妈在周末一定会陪你们出去玩哈。啊，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的工作虽然每天很忙，可是假日一定会有时间。嗯，我觉得他们给我们小时候还蛮多童年的啦，应该这样讲，就是真的假日都会带我们出去玩，即便没有出到远门，就是那个时候也会去爬爬山啊，可能去阳明山啊、擎天岗啊，跑跑跳跳这样。嗯，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小时候童年是还蛮好的。可是一般来讲说，如果爷爷奶奶看比较多的话，隔代教养会比较宠坏。可是你们没有哎、哦？没有。嗯，对，我，而且照理说，因为我算是家里的独子，嗯，照理说应该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应该是这样子的生活，但没有。没有，我从小就是被我奶奶打到大的，真的，我奶奶打我毫不手软、哦，真的，对啊。然后我奶奶，我觉得我奶奶有一个，我觉得在她那个年代应该是很前卫的观念，就是读书的最大。我奶奶对，所以我奶奶也有四个女儿都蛮会读书的，对。可是，在那个时代，其实他们会觉得给女生读书干嘛？对，以后女儿是要嫁出去的，干嘛要给女儿读书这样？对啊。所以在家里，我奶奶比较疼我姐，因为我姐姐比较爱读书。哦，对，所以我绝对不能去打扰我姐，我也不能去闹她。吵架我一定先被打。哦，真的哦。但是你的功课不好，爸妈不会就是担心你的竞争力吗？奶奶打，爸妈打不打？爸妈打，也打。妈妈打。妈妈打。对，我们家都是女生打，对，像我爷爷没有打过我，都奶奶打。爸爸也没打过我，都妈妈打。对。那竞争力，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希望自己的小孩是一个健康的小孩，就够了。对，他们比较不会觉得，所以他们比较不会觉得我必须要有所作为或者怎么样。当然有，当然是最好啦，就是他们会觉得啊，小孩子就是这样啊，他不喜欢读书，你硬要他读也没办法。对，我妈的心态是这样。像我小学的功课不好，或是国中的功课不好，也都是这样，就是打归打，可是他也觉得啊，不要太难看就好了啦，就是这样子，反正你也不爱读书。所以你真的在走演艺的路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开明而且给予支持的。对，对不对？我觉得，所以让你比较有安全感，可以在这个路上往下走。对，蛮好的。我们来看大家对你的祝福。好，我还是希望你在你的工作上，还有你的各方面，都继续被神大大祝福以及使用。那我也会透过祷告来为你守望。那么不管你发生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很愿意继续做你的一个出口，跟做你的好朋友。那随时欢迎你回来找我们，还有就是鼓励你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有一两个基督徒可以跟你一起祷告，面对很多在片场在演艺事业里头的一些挑战。神祝福你。我在这边祝福你，就希望你除了演艺事业非常的发达之外，就还希望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上，然后为主来做见证。然后我相信赏赐的是他，我相信祝福的也会是他。然后你不要担忧，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多祷告，然后多仰望，就这样。祝你开心顺利，拜拜。就是很开心可以看到一路看到你有这么多变化，然后就像那时候你向左右向那个向左右向右走的时候跟我说，你有跟我合作，就是一次一次，你有看到不一样的我，然后很开心。我也是这样子，然后我希望我们很快有机会可以再合作，然后我们都一直可以很好很好，然后我们身边的朋友也都可以很好。我觉得一路上过来都还蛮谢谢你的，就像你常常讲，就是我是个大恶魔，可是一路上都是有你一直拉着我，我才不会走得太偏。当然要不是有我，你也不会过得这么开心啊。那我很谢谢你，然后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悠悠，我希望你在未来的几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先把你的事业做得更好，然后将来才会有比较让你过更好的生活。这是妈咪对你的祝福。那既然你今天就是说
走在这个演艺圈的道路，哦，那我当然我希望就是说你也可以秉持这种理念啊，就是说我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至于成功与否，那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我知道就是说全家人对你都是支持鼓励的，你还有一位主在带领，谢谢。爸妈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在你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今天在荧幕下看到的杨佑宁，你会觉得更迷人了呢。我在想说，这个最后啊，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来做分享的？在你身上看到一种很特别的热情，跟一种因为单纯而产生的力量。哎，真的吗？嗯，对啊。其实我觉得，对，就是还蛮感动，看到这些朋友给我祝福，对啊。然后我觉得，就我很开心，我给他们的感觉是我所想要表达的啦，对啊。就是我也希望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像这样子，对啊。今天你看到的杨佑宁，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开朗而且乐观的大男生，不带有一般演艺圈里面的那种有点混乱、有点杂质、有一点为了耍酷而有的百无禁忌，他有标准。那么大家就会很好奇了，他为什么一个大男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平静的力量，让他去坚持的一些标准，然后认为他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去保持那个单纯的、那个诚实的生命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杨佑宁的身上带着一种优雅的魅力，干净的像氧气，让在他身边的人会想要大口的深呼吸。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主耶稣教给我们怎么样的祷告，他中间有一句，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邪恶。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主，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你跟主要建立好了关系，你这个祷告才有用。你要相信主。杨佑宁这位年轻的艺人，这位小帅哥，他相信耶稣，所以当他自己遇到试探、遇到诱惑的时候，他会去寻求，他找人帮助，找牧师告诉他，跟牧师一起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不管你身处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有数不尽的诱惑与试探，更何况是在演艺界。但是我们看见了，当我们自己有所依靠的时候，我们面对任何事情，我们就真的知道心中有主，我们就不会走错了路。朋友，我们要不要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来，亲爱的主耶稣，在这里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主啊，不管他在哪里，主，求你让他自己真的面对诱惑、试探一些邪恶的事情，或者在表面上看着这非常吸引你的事情中，主啊，你让他真的去寻求你，让他借着祷告、借着教会、借着牧师长老他们这些人的帮助，让他真的能够清清楚楚走在一条正直的道路上。主，我们为各行各业祷告，也特别为演艺界祷告。主，我们看见了杨佑宁他自己的这份见证，我们真的知道要让我们自己不遇见试探，我们就必须要紧紧地依靠神。谢谢你，谢谢给我们这样的见证，也让我们心里都知道，主，你爱我们甚于一切的一切。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真的不要相信自己。当你自己在心里的有挣扎的时候，换句话说，那就是最危险的时候。祷告吧，上帝与你同在。